大家知道咧，一家四咧當中咧，金融業咧一定係我哋四大產業之一。啊，特區政府咧呢幾年嘅工作咧，除咗做好基建投資，包括我哋嘅登記系統啦，亦都包括我哋嘅法律制度啦。嗱，我諗國債咧係好優質嘅嗰個債券，亦都係國家支持澳門做好債券市場。頭先我同大家講咧，本屆政府最易做好有關嘅基礎建設，債券市場就係我哋嘅第一步。我哋希望咧匯集機構投資者，亦都係發債嘅主體喺澳門發債，與同時咧能夠用好我哋雙循環嘅嗰個特點，將國際資本同埋內地嘅發展咧能夠結合比例。國際對我哋支持，我相信亦都係一步一步去拓展。啊，呢幾年都有國際喺澳門嘅嗰個發行。啊，更重要咧，市場咧佢都要有一個習慣嘅過程。形成一個習慣，市場就會建立。我哋有信心做好有關嘅基礎建設，我哋嘅債券市場亦都逐漸去成熟。